Hi Matt， 哥，我觉得我很喜欢，然后我已经有一些想法，但我们就看我们接下来会怎么发展。Yo， 这是老莫，这是凯琳，这是 Matt， Welcome to the neighborhood， My neighborhood， 台湾。Yeah， 太棒了，太棒了。Welcome to the neighborhood， 不用介绍什么的，就当家里。来到台湾，我的家乡，走过不同的国家，还是我的家乡。当世界没有一处安全，我的家乡，当所有人看见这美丽的地方，加上这里有友善的人，不止这样，还有历史悠久的城。想逛夜市也不用推开他的门，马祖和观世音保佑我们的神。路上的机车不停转动的轮，穿过马路巷弄，姿势都骑得稳。高铁让你当天来回高雄台北，高速高过在高速公路上排队，但我不站南北，因为各有各的好，各有各的特色，也各有各的宝。当你以为了解透彻了，不能漏这个，这片土地蕴藏多过你所投射的。Welcome to the neighborhood， 不用介绍什么的，就当家里。Welcome to the neighborhood， 享用你目光所及，就当家里。觉得离开家也不会怎样，开心完过后需要一个地方让我躺躺，让我躺躺，让我想想，做什么想想，不勉勉强强。时间的长廊发生的好多故事全都没有说完，我来不及说晚安，当人都不再爱我，两行泪暗自泛滥。我来不及意识当时间突然过太快，我当这是 one last time， 因为有你我才能叫你我的爱。Daddy Marianne Country,